大家好，我是真晴。有宝宝问之前水洗液态玻璃的容器保住了没，给你们看看吧。在阳台晒了一个多月了，没干，一股子油耗味。妈耶，这是什么奇葩质地，上层像个饼，油腻腻又有颗粒感。捏捏还会起糖霜，感觉手套都要被粘掉。本来还犹豫要不要挣扎一下救救他，还是认怂吧，换一个压压惊。也是放了很久，没有盖子的泥只好自己长出盖子。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别人都是死皮，到我这儿就成了掀盖子呢。算了，没啥可玩性。最后一个，像不像蕾丝？声音好了，管住还是好听的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水到这儿了，不用点赞，拜拜。